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家辣椒酱到底是怎么做的，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遍，能学多少看你的本事了。青线椒、小米椒，啥黄椒？哇哦！来，干杯！又干一杯，都三杯了。你们两个一天到晚的好事呢，谁来黄椒？钳子虽然看起来很诱人，但是有点坑，想坑我。这两个鸡爪子虽然有点肉，但是跟它比起来，差的可不是一块两块啊！我就想它了。嘿嘿，鸭爸，这是哪个双鸡皮光的？这上面不是还有肉吗？这点肉你有看不见吗？还好还剩了点。Thank you.
生活要有仪式感。哎呀，我洗个澡去，太热了，你在我家洗被子了。老王呢？一点冬天的气息都没有。哎，今天不要抢了，想跟老前辈聊聊天。我们三个水友账号这一路走来也有一年多的时间，很荣幸有大家陪伴和支持。在这里，我代表我们三个水友团队，对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，谢谢大家。是的，很多朋友呢。好奇为什么我们三个待在农村拍这么多视频，其实我们也曾经在大城市打拼过，因为在外地的很多湖南的老乡应该都有同感，我们很怀念家乡一些农家美食，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发起创业，把家乡的这些好吃的酱菜农家菜推广给大家，让大家都能尝到我们一个地方特色。真的好吃，接下来呢，在视频这方面我们也会做一些适当的调整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宝贵的意见的话也给我们提提，感谢大家。哎，回来你在干嘛？吓我一跳。我准备做紫薯酱，我们把刚摘下来的紫薯叶洗干净，记得要多换点盐，多洗，因为紫薯叶它有绒毛，洗完的紫薯叶晾干水分。我们在切丝，要切细一点，这样口感更加绵柔。把油烧热，我们再倒入蒜蓉、姜、豆豉、辣椒，炒出香味，再加入盐、糖、大火炒香，再开小火。